让我继续的带着这个梦想不断的前进。这么多的孩子啊，其实还有很多的孩子下个礼拜也有孩子要入住。其实未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来帮助我们，关心我们啊，我们在台东等着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这时候要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欢迎我们林先生。谢谢牧师，谢谢小朋友，我们再给小朋友一次掌声鼓励。我们林先生哈、非常的客气，他也非常的低调，他总是默默的在做很多的事情。对对对，然后其实那个师母要上来之前跟我聊很多。